搞笑版习近平普京喀山密谋，普京习老弟赶快派解放军上场吧，快撑不住了。习近平让金三胖同志先顶一阵吧。普京，三胖太弱了，帮不上太大的忙，决战还是要靠你了。习近平不急，先把世界搞乱再说，伊朗搞中东，朝鲜搞韩国，我再搞台海，先试一下美国的反应再说吧。普京，好吧，就这么干吧。